是我的眼睛，带我穿越拥挤的烂泥，因为你是我的眼睛。哦，哥们，你来了啊 ！OK， 咱们开始。先生们，哥们 ，gentlemen， 欢迎来到好给力男人思想频道。今天的标题是什么？狼人，冷静，安静，看不懂。等一下，今天的标题是。啊，眼睛，哥们，我猜猜你有点近视是不是？但我不管你是近视眼、远视眼还是正常眼，因为这个视频会教你眼睛 style。那么眼睛 style 和镜片没有关系，眼睛 style 和框子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要学选眼镜的8个重要点。第一，墨镜。那么墨镜和眼镜完全不一样。It's apples and oranges, 哥们。It's 墨镜 and 眼镜，完全不一样的镜。那么墨镜可以夸张一点，张扬一点，大一点，因为你只会戴一段时间，而且夏天戴了，太阳出来了，所以大家都在穿多彩的衣服，所以你要戴一个能吸引辣妹注意力的墨镜，比如这种 aviator style。Aviator 就是中间有大的桥这种风格，这里也有中间有大的桥。这个 Aviator 非常适合做墨镜，因为它就是夸张一点，但是呢它不适合做眼镜。 Aviator style does not suit a pair of glasses because it's just too loud. However, it really suits a pair of 墨镜。重点是眼镜要低调一点，显示一点，因为眼镜的话你要整天一直戴着，你可以这样闪，哥们，眼镜是给酷酷看的，墨镜呢是给辣妹看的。 So with that distinction being made, 哥们， let's move on to the 最重要的因素 when choosing a 眼镜， and that is 第二，脸型。很多哥们一想到脸型就会烦死了，我脸是什么形式，是不是 square 或者 oval， 是不是 triangle， 我不知道，给力哥帮帮我吧。 Well, 给力哥 has made it very simple. 现在只有两个脸型，蛋蛋脸和有心脸。你脸最像哪个，你就是哪个。你脸像一个 soft 蛋蛋，还是一个有心的 hard shape？ 等你知道你脸型之后，你就爽了，哥们，因为你非常有文化，你很了解中国哲学，你看过《道德经》，而且你看过好几次呢，所以你对阴阳之道非常了解，是不是？对吗？咱们懂阴阳之道的人都知道。脸不可以太硬 too soft 太淡淡，脸也不可以太硬 too hard 太有型，脸要找到阴阳之道的 balance。 So if 你脸有型，你就适合 round frames 圆的眼镜。举一个例子，看看 The Hulk， 他是有型脸，所以他戴圆形的眼镜更适合他的脸。看看灭霸，他也是有型脸，特别有型，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square 他脸。如果他戴方形眼镜，你看看很难看，太方形，太硬了，太硬了，不好看。那么咱们蛋蛋的脸是相反的，咱们要戴方形的眼镜。 So 简单来说， square faces suit 蛋蛋 glasses and 蛋蛋 faces suit square glasses。 第三，眼镜选择。Now let's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rames available to you. 首先咱们看看 brown line glasses. Brown line glasses are top heavy with a thicker 方形的上面的框子， and they have a rounded 圆形的下面。这款眼镜有几个赞点。 Number one, it makes you look a lot older and sophisticated, 更成熟。这个非常适合像看起来年纪大点的眼镜哥们。 Number two, 适合大部分的脸型，因为它上面是方形的，下面是圆形的。那么因为上面更明显，它更适合淡淡的脸型。但是呢，因为下面是圆的，它其实也适合别的脸型，除了特别方的脸，像它一样。第四个 round frames 范式会框架，穿这种眼镜的人都比较特别，有与众不同，很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你会看很多明星会戴这种眼镜。最经典的 round frames 应该是 Steve Jobs、Gandhi and John Lennon。 那么乔布斯火了之后，很多人想买这款眼镜，我最近也想买但没有买到，因为它这款眼镜比较特别，它没有框子，是透明的，而且中间没有壁图的，我在店铺只能找到有壁图的。那么 rounded frames 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他们最适合那种 creative people, artists,
很有文化的人，或者很喜欢装逼的人，你看看哥们，这是我的眼镜啊。Metal rounded frames， 我把这个戴上，你看看是什么感觉啊？感觉怎么样，哥们？我是不是看起来一个喜欢画画的人？我是不是看起来像一个喜欢看书的人？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年轻人，很自由的年轻人，喜欢冥想的年轻人？哥们，不要误解，我不在黑这个眼镜啊，因为这个真的是我的眼镜，我喜欢它，我觉得好看。但是呢，穿这种眼镜要注意一下，会有这个 association， 就是 creative people 会戴这种眼镜。而且呢，你如果是淡淡练，你就要小心一点。比如说，看我，我是淡淡练，看我，我戴这双眼镜的话，我脸的立体感和男人感确实小了，小多了。我可能看起来更有才华一点，但是我的男人感小多了。第五个 ，rectangular frames。rectangular frames 对大部分的哥们来说可能更安全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普通，比较常见，但是风险就是。可能会整得比较无聊。我有文化，我很自由，我喜欢画画。我是一个机器人，我得写报告给老板。确实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啊，但是呢 ，rectangular frames 非常适合淡淡脸，因为他们会给你更多的性，会给你更多的立体感。而且呢 ，rectangular frames are very mainstream。And they will make you look more 成熟 So overall, they're a safe bet for most 哥们第六，脸的大小。如果你不知道你脸偏大还是偏小，很简单，你找一个亚洲美女和她自拍一个，然后自拍的时候，如果她骂你，如果她说你，她说哦不行不行不行，在你旁边我脸显得太大了，你往前面冲拍冲拍。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你脸可能偏小。Actually, I think they might say that with every man they 自拍 with.Anyway, they say that to me, and 我脸确实偏小，所以我戴大的眼镜的话，会显得有点 silly and shy。我以前常戴这副眼镜，戴这副眼镜我更有逗比的形象，很好玩的人，很搞笑的人，但是不成熟，不男人。也不性感，所以脸小的哥们建议你不要戴太大的眼镜。第七，不要有太厚的框子。你看看，太厚的框子有点怪。我每次看到厚的框子，我都会想到电影里的经典的 geek nerd 宅男。第八个就是脱眼镜这个动作。那么什么时候脱眼镜有用呢？就是你坐着，像人间的给对方说话。慢慢的脱眼镜放在桌子上，立马掌握气氛，给对方一个暗示，你要开始说实话。男人不说暗话，我喜欢你。而且脱眼镜这个动作要很帅的，脱的时候不要尬掉自己的眼镜，这样不帅。最安全的脱法就是用两个手这样脱，但是呢，最帅气的脱法可能是用一个手这样脱。这样的话，不要往下面啊，不要往下面，你要往上面，所以这个是在你额头旁边，然后要速度脱，这样帅。OK， 哥们，看到这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点东西，还可以吧？那就点一个赞吧，订阅、关注、转发。在 YouTube 看的海外哥们，不要忘记 subscribe 订阅，旁边有一个 bell， click that bell， 这样我更新的时候你才会看到的。